节期间，我来到 Bloomingdale's 的 La Prairie 专柜，尝试了一些新的产品和他们的非瘦护理，顺便呢记录下来和大家分享。La Prairie 的产品线有非常多，都是针对不同皮肤问题的。专柜小姐呢也会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推荐产品。因为最近我皮肤呢有一些色素沉淀、痘疤的问题，加上我皮肤本身呢也是肤色不均，所以这次呢我就主要尝试了白鱼子酱系列。这个系列呢主要是可以提亮肤色，还有美白的。在非瘦之前呢，我还请专柜小姐帮我测试了我的粉底色号。她用了三罐颜色相同但是颜色基调不同的粉底，分为冷、暖和中性三种，把它们分别的画在我的脸上，让我自己呢用手指晕开，选出一个和我肤色融合最好的。最后呢，我选的是中性色调。然后呢，我就来挑选非瘦的产品了。这次呢，我选择了一些想尝试很久的，还有一些新上市的产品。然后我们就开始非瘦了。护理的第一步呢，肯定是卸妆清洁，用化妆棉蘸取一点卸妆膏，然后轻轻的擦除掉彩妆。下一步呢，我们来用蒸汽打开毛孔，让这款三分钟面膜可以起到更好的清洁毛孔的作用。这款面膜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可以在短短三分钟的时间去除皮肤老废角质，清洁毛孔，让护肤品吸收得更好。一周用一次就可以了。把面膜轻轻的擦拭掉以后呢，我们就来用按摩膏进行颈部和面部的一个按摩。这个环节呢，也是我最喜欢的。美容师呢会从颈部淋巴的地方按摩，直到锁骨、肩部还有面部。这些按摩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代谢淋巴的毒素，也会有消水肿的作用。面部的按摩也可以帮助放松肌肉，改善循环和表情纹。这里老师还用了好几种我没有尝试过的按摩手法，大家可以一起学起来。因为眼周没有专门的按摩膏，所以就用了 La Prairie 的白鱼子酱眼霜，在手间搓热，然后呢打圈的按摩眼周，改善眼部的循环。最后呢用热毛巾轻轻的擦拭掉。之后呢我们来进行护肤的步骤，用了 La Prairie 的滋润爽肤水，在清洁面膜和按摩后舒缓皮肤，让打开的毛孔收缩起来。接着呢就用这款我想尝试很久的鱼子精华紧致露，因为这款呢是精华水，所以比一般的爽肤水质地要厚，因为其中呢含有更多的鱼子酱精华萃取，营养成分也会更高，只需要用手轻轻的拍在脸部就可以了，它会很快就吸收。之后呢就是这款白鱼子酱精华，也是白鱼子酱系列非常有名的一个精华，专门是针对斑点、痘疤还有肤色不均而设计的。用完美白精华呢，我们就来用美白面膜，它分为上下两片，所以更加的服帖。一般的美白面膜都比较干，但是这款呢主打美白的同时呢也非常的滋润。在敷面膜的同时呢，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手部的护理。为了让护手霜吸收得更好呢，就戴上了一个加热手套。这边面膜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把它取下来吧，把多余的精华再按摩进皮肤。在面膜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用了 Prairie 新出的白鱼子酱面霜，它添加了高浓度的亮肤因子，可以很有效地抑制黑色素生成。其中的黄金鱼子精华呢，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滋润和紧致的效果。用完之后呢，脸部会有很漂亮的光泽感。护肤的最后一步呢，也不要忘记还有防晒。
好啦，我们的facial就做完了，来看看效果吧。感谢 LaPerry 这次非常棒的facial体验，也希望其中的护肤手法对大家有些帮助。如果对 LaPerry 的facial感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附近的专柜，就可以免费体验了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吧。